他就是。他就把各种各样的状况，自从当初有你们关怀，一块时刻当做不说是自私嘛，状况才做得比较好。看到你们不想有，到时候变得极度的妙，会偷袭啊！再次谢谢你的爱心，谢谢。 人与人真好，谢谢你的心，小哥仔，谢谢你的心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，金牛行大运，谢谢。 出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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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要浪费。旁边就有了。哦，那我走错了。
这个三，这个是泡三支的。这个定做一米几方才行。看一下，我看。
自己赚的，他觉得可以的。对，在开外埔。开啊，半年去。Thank you.
我们是因为我们工作关系，因为我们是。很大包呢，一般人人家都是装了200个小小包。
能叫那个吧。它只会一直掉叶，它现在这个天气好了，不会再。
换头换西那边吧。Okay.
块钱、几块钱，你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舒服的？请大家帮我买半个二十，二十分钱，这边有便当，谢谢。小姐你好，我们已经第八年了，公益天了，我今天送便当，全年不休息哦。小姐你好，拜托大家一块钱、十块钱、零钱捐款，让我们孤苦一老人能够有个便当。非常谢谢哦，谢谢谢谢你，祝福你平安好运，全家平安，谢谢你。就觉得真的。